话之大内外，说校园生活。大家好，新一期的话说又如约而至啦，我是主持人季凡凡。最近这天气是渐渐凉下来了，但我们校园里的气氛和热度啊，却始终都是夏天。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吸引眼球的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这首先要提的当然是10月22日那天在朋友圈霸屏的大新闻，习主席访问帝国理工学院，肯定浙大与帝国理工的合作。10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观帝国理工数据科学研究院时，观看了我校与其合作项目的演示，给予充分肯定，并与金德水书记握手寒暄。10月20日，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一行访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看望参加两校2015年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的35名浙大学子。10月16日，浙江大学召开2015年秋季科技工作会议，回顾上半年科技工作的主要进展，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我们这期节目要聊聊最近那些夺人耳目的事儿啊，必然少不了一直以来都异常火爆的剧目《芝加哥》。10月17日晚，浙江大学凌韵剧社人气音乐剧《芝加哥》专场演出在玉泉校区永谦剧场上演。凌韵剧社的同学们用动听的旋律和精湛的舞台表现，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什么？你说芝加哥的展演地点是玉泉，在紫金港的你懒得跑场子？哎，那周四晚嗨翻了整个体育馆的 Music Radio 全国巡回演唱会，你总没错过吧？10月22日晚7点，中国 TOP 排行榜巡回演唱会杭州站在紫金港体育馆举行。叮当、温岚、汪苏泷等明星歌手轮番出场，现场座无虚席，尖叫掌声接连不断。越看这满屏的荧光棒啊，越体会到一种悲伤，叫做演唱会都开到紫金港了，而我却有课。还好舞台公众号声向浙大有现场视频速递，和我一样错过的小伙伴不妨点开看看，聊补缺憾啊。这说了两场室内的盛宴，再一起到室外去走走，来感受感受校运会的热情。10月23日上午8时，浙江大学2015年运动会在紫金港东田径场隆重开幕，文琴交响乐团现场奏唱，万余名师生在校领导的带领下迈出阳光健身长跑的步伐。接着这运动锻炼啊，一起把目光转到海外。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们啊，也是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在最近公布的全美越野队排名中，哥大的校男女生队均在前25名内。生命在于运动，这健身的步伐迈开了，可就永远也别停下。好了，那么在上期节目里啊，我们说到校园里的新变化，环资学院的文艺设施。今天的最浙大就接着讲讲校内教育超市的新变化。浙大最贴心，细心的小伙伴一定早已发现，在小剧场一楼的教育超市内增设了这样温馨雅致的区域。为了提供更优质便利的服务，启真教超结合校园超市和社会主流便利店的特色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休闲吧台、软席休息区、快客便利速食等贴心设施。是不是很心动啊？快找个时间约人去坐坐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话说的主要内容了。如果电视机前的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欢迎按照屏幕下方的方式联系我们。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浙大电视台的其他节目和微信公众号声向浙大。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为大家送上校内摄影师拍摄的优秀摄影作品。我们下期再见。